去做一个堆积。周瑜翔拿到球，要直接出手。哇，从这一个动作来看，好像是他运了一球之后啊，带到中间这个位置，球的出手，哇，感觉是在枪响之前啊，哇，现场球迷看到这个重播已经在庆祝了。周瑜翔拿到球，要直接出手。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